给我们一点尖叫声好不好？来，欢迎我们的音乐才女翁玉君。谢谢，来，玉君好，好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玉君，我们第一首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我先带一首轻快的 See You Aloha。 哦 See You Aloha， 好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鼓励，哇，深情的演唱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玉君。玉君，你看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真的，就是、第一次，这我们两个第一次，我也很期待。我遇到他是第二次，你遇到他第二次，是对，上次在屏东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头发还短的，哇，那应该很久了。啊，大姐，我们粉丝你有空会忘吗？没有哈，没关系，不有啦，没关系，不要回答，不是，不然我会很丢脸。小文，不要这样子、啊，有时候人生当中就是这样子，它是一个机运的问题，而且是几率的问题。我的其他几点狼金安，会，哎，老师一年要陪他家哀怨吗？我给他洗花臂呢，你家店啊？啊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玉娟，因为我知道你是音乐的，所以我今天他又换了一件衣服，我注意到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，因为就是要让你感受到说我们弦乐的温暖。哎，你那时候是学什么乐器？我本身是钢琴跟长笛，哦，而且好像会吉他吧？没有啦，怎么会没有吉他？吉他只会几条光年啦。哦，哎，你今天下次一定白要换掉，换成钢琴。你当时下琴哦，没有啦，那个是拍照。
拍照吉他比较好携带，你携带钢琴不好携带嘛？对，因为那个图啊，刚好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就弹那一首而已。哦，真的哈、哦？对，所以会觉得那个图很可爱，不得了。所以我们粉丝多用心的，一首就很厉害了。人家，你我问你，人家是不是说做了一首的好菜？那就跟他去斗呀！一样啊，我弹了一手的好吉他，对，那就这样啊，一样啊。我是主修声乐，副修钢琴，是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当中呢，其实是无国界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对对对。所以拄到音乐的人，你得英雄惜英雄，没错。哦，而且会坐在下面的，表示你那音乐素质嘛加分。你有看无？因全部拢戴口罩，静悄悄，好好欣赏，真的。是这样用拎出来吧。真的，谢谢。都讲哎，陈梦贤的，起码哎，我没去。对，没有没有，其实他们是有分开的，而且你知道啊，你知道那个粉丝多用心，也首张单曲哦，都帮你拍出来，你懂吗？哇，我看看谁，用心唱歌的女孩。陆景心，对，真的，第一首单曲。是。啊，玉君，那一张专辑是哪一间唱片公司帮你发行的？哦，目前三立那边还在帮我安排。哦，所以是已经有歌，但是没有唱，还不知道谁这么幸运可以。对对对，可以拿到他的红歌。哎，那是不行哦。我觉得有些给陆林心，是不是？那有的单曲。哇哦，真的被给陆林心的对啊。哎，真的呢哈。我问你，你创作的来源就是你按他手工那边瞎刮，你来源是什么？你平常是起工，早上比较灵感，还是晚上比较灵感，还是24小时有灵感？我应该是说在开车的时候比较有灵感。跟我一样，我跟你讲的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开车他会放空。你知道嗎？對，你沒有想下去，然後你開車的時候突然間時間到，你要知道，就時間到的歌曲就來了，對，然後就趕快錄起來，真的，然後那個什麼，那個一歌就是我記得他就会有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开车开车就突然有这种感觉，真的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。是是，对，这张专辑目前是预计在今年年底会跟大家分享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本来是要在9月，但是因为目前我现在身体有点小小的微恙，所以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最棒、最完美的。是，所以就想说让大家再等等。真的、哦，毕竟我们连阿里本身是都有啦。我本身。而且我是嘉义台中人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啊，欸、我今仔在台中。哦，欸、你算台语吼，真标准。啊，你国语嘛真标准呢。真的吗？嘿啊，啊，你讲是瓦罕籍。瓦罕籍。啊，你不知道这个名称吗？就是我妈妈是瓦县的，我妈妈是台湾人，所以我是台湾的混血儿。我真正是正港台湾人。你正港台湾人。是、啊。哦，所以你台语算了嘛真标准，而且哦，你无特别的腔。哦，所以有的人有海口腔啦、宜兰腔啦、吼漳州腔、泉州腔，这标准的台湾腔啊。哎，没人，你的尾音足好听诶。真的吗？我标准的台南人。对，因为台南嘛，就是有那种上扬的音，啊，你有行腔就很舒服，因为它是嗓音。所以其实讲台语，我听得出来的。我会做哪？你看，我会做哪？就是一往下音。他当，哎，啊，你听他讲话就觉得啊，他是不是在凶我？其实不是，他是因为加重音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那接下来呢，玉君要带来什么歌曲送给大家？好，我觉得今天来台南的一定要带来一首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歌曲，请大家一起来听。什么歌曲？好，黄丽玲的《春风暖情》。哦，掌声鼓励，《春风暖情》来喽！谢谢，谢谢。大家朋友，这周边的朋友要小心哦。对啊，因为雨还是在下，所以你要淋大雨了。新手的玉女们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然后还有现场所有的贵宾，然后辛苦你们了。今天真的很高兴，玉君姐姐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。你们站在上面要小心哦。曾经的心里的最低的爱Thank you.
传承歌曲哈，有很多不同的，有一种就是让你哦，这心情就荡哎，你知无？无分手嘛，叫我刚刚那心情就恐怖。阿奇仔不是啦，哎、人家阿杰大哥也有出板凳舞啊，那伊嘛是有比较开心的歌。我今麦是讲酸瓜的风格啦，有当时咱那边酸瓜迄个较俏皮啊，就较经典的，吼、哦，啊你就会。哦、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啊，但是那种就深情呢，像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、哦，你不可能很开心嘛？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烟刚刚的不可能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安平。哦，嫁到了安平。这个安平。对对对，是伊犁哦，伊犁乡啊，我嫁到了安平哦哈。啊，所以有时候就是一种。感觉嘛，对，所以呢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呢，歌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魔法师，伊就是变好什么物件，哦，变成什么，哦，有还是无，还是讲伊嘛是一个中破塞，就是讲像小文今嘛要爱什么菜，伊好你料，哎，你就给他主持什么样的菜，阿凯秀就上面刮刮掉嘛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很棒，真的，小文你要说什么？哦、我要说的是，那年哈、哦，玉君够一首歌嘛，啊，一首歌之后哈，咱家管理委员会跟到浙江出兵哈，提起恁的酒杯啊，带出兵用这部台电来做些重点就一些。那需要先跟他们预告一下，过后给那里太姐的酒心的，哎，你会看的，他们来说在惊哦，很多被。因为他们要去搜求了，就说我是负责 A 区、啊 B 区、C 区，我们到 Z 区呢，哇，到最后英文数字最后一个，真的那个我都看不到。你想想看哦，我们现在我们三个人回到三国时代，等于到五好久的所在，你要想呢，迄关键的讲啥，迄是几万人呢，几十万人呢，他被这辈子就只要打仗就好了。
哎，那是不蛮怪的啊！像我们今天这么幸运，那是秋瓜的喝啊！你要想在古代，你们两个可能就是要跟着你老公逃兵的，我告诉你。哦，是逃兵啊！对啊，因为追杀啊，然后这样子，哇、哦，今年还扑来扑去呢，搞不好你们也都很会砍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还好还好，生在现代啊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当下西呆不会见吼，不赶快吼，就会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命运，对，不同的使命。真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哎，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、哦。对。好，你想分享什么歌？没问题，来，这一首歌呢是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啊，《南风会吹暖心情》。谢谢，《南风会吹暖心情》。讲到这个东西，就让大家很多的很多的回响，掌声欢迎翁玉君。唱片发行的时候呢，可以让呢周杰伦给你盖，周杰伦给你热购，然后呢去呢我们老翁玉君那边给他按个赞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谢谢，帮我们做个分享，做个宣传，是。给他请问关心这个圣诞节是吗？对，希望就是我的关圣帝君可以继续保佑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赚大钱，然后也希望能够保佑玉君专辑能够大卖。对，专辑能够大卖，哎，做掉嘛，哎啊，那个同学那个椅子要收好哈，啊，然后哦还自己带回家。这样子，谢谢我的粉丝，他们自己带来的、啊，对，够厉害了。你看这粉丝，你看多干净哦，你家走了又都没有带任何的垃圾在下面，谢谢，而且、就是、给我们台上的玉君满满的支持，今天刚下，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啊，等一下玉君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期待下次再见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玉君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跟演出，来帮他接一下哈，来下楼梯要小心哦，对对对，麦克风要还给我们。阿弟，请我们的作家。